跟豆腐现在怎么样了啊？他住在一起算是同居四婚状态，但毛超多的。艾米丽，哎，阿姨，不是，晒衣服不是这样晒，自己晒。爱情有时候是需要激情的。豆腐，我是真心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个人陪还不错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 Sexy Look 最有效的面膜，艾蜜莉的5件事。